让我们何市长跟所有的乡亲朋友亲自来感谢大家对我们何市长的托付，我们热烈的掌声。谢谢，感谢。承诺一定要做，承诺一定要实现。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今天给我比上一届的支持更高，让我的票数比上一届还要更好。在这里，我必须要更努力的把竹北的市政做好，把所有的乡亲、所有交办的事情，只要不违法，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来把它执行，这样好吗？再一次跟我的太太杨淑华，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感谢我们所有的支持者，让我们今天能够顺利来当选连任。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永远快乐。谢谢。让竹北成为最富裕、最快乐的城市，好不好？好。有心中有千千万万的感恩，心中有千千万万的感谢。这段期间以来，大家辛苦了，我们高兴一天就好。星期一准时上班，好不好？好。这才是标准的何干民，对不对？对。我们掌声，恭喜王市长。